有一个正义就是要来打 BT 九九零啊，那看看他能不能为民除害成功啊？看看谁教育谁吧，还是用八柱门的啊？八柱门能够代表正义的，好像只有老 K 啊。正义的蓝之山 VS 邪恶的柱子，哎，一个 AB 闪身之后反打对手，继续撂倒，哎，斩气了，想要砍柴，直接撩中一下，抢招很快。九九零应该算是一朵奇葩哈，比较有特色。这个社会不缺乏啊那些有实力的人哈，但是缺乏那些比较有特色的人。哇，差点被裸中啊！反应很快啊，人家一跳已经升龙等了，他跳的时机不太好啊。下低没有转起球了，这个正义之士不会下低转球吧？啊，好像不会这招。哎呀，还打中他，我可以转起球来。啊，开启大饼模式，乖乖防，不要 AB。哦吼 ，AB 不过去啊。继续斩切，啊，开启残血模式，直接开霸王拳，败了一次，再一次打倒在地啊，发大饼，哎呀，赖的牙皮啊，真是的。好，点个赞继续看。哎，这把是千鹤来排头啊，鹤姐姐来了。好，跳 B， 一个布阵死了啊！正义之士，我发现他已经换了阵容了啊，八柱门变成八鹤门了，好保。斩气啊，升龙，然后再来布阵裸杀。不能老是赌升龙啊。还不刚，不刚肯定死了。好招啊，一个前冲躲过对手反抓，好的，开步阵套中一个下盘折中，再打倒，再继续斩气，被柱子死了，跑不掉了哈，好，关注学学不会走丢。